武術運動好受歡迎㗎，無論男女老少咧，都好多人練習武術嘅。譚振邦譚師傅咧就會帶我哋去遨遊武術世界。溫哥華多元文化群雄匯聚，我同 Emily 一齊介紹中外多種唔同嘅武術嘅特色同埋發展，仲有多位武術名家為我哋示範添。所以記住啦，6月22號起，逢星期日晚6點留意收睇《武動全城》。